前奏，劝高达成首家地铁，但强调率则咗分歧。详细内容：也门前总统萨利克喺首都萨那与服死亡，出走沙特阿拉伯嘅总统哈迪呼吁民众团结，对抗被指策划枪杀萨利克嘅胡塞武装。联合国呼吁各方停止喺首都嘅战斗，避免更多平民伤亡。 沙利克遇害幾個鐘頭之後，佢喺首都薩那嘅住所被胡塞武裝分子炸毀，建築物着昏黑、冒煙。胡塞武裝歡呼慶祝，聲稱除去伊斯蘭世界其中一個最腐敗嘅領袖。曾經統治也門超過30年嘅沙利克，星期一遇到伏擊。 系属胡塞武装嘅电视台早前报道，沙利克已经被杀，并且播放出相信系沙利克尸体嘅片段，声称利用火箭榴弹炮袭击沙利克汽车，再射杀佢。据报，沙利克当时打算逃往政府军控制嘅马利卜省。 总统哈迪随即发表讲话，话沙利克系松动者，呼吁喺胡塞控制地区嘅人民团结对抗胡塞武装。据报，政府已经调派军队，准备对萨那展开全面军事行动。沙利克喺2011年阿拉伯之春反政府浪潮入面被推翻，哈迪上台。沙利克后来同亲伊朗嘅胡塞武装结成同盟，对抗哈迪领导嘅政府。 旧年哈迪被迫逃往沙特阿拉伯，但几个月前，萨利克同胡塞武装反目，爆发激烈冲突。过去一个礼拜嘅战斗已经造成几百人死伤。无线电视记者黄海宇报道。伦敦圣诞德国政府部门接连收到可疑包裹，德国警方礼拜一话喺中部爱尔福特市州长办公室收到怀疑藏有手榴弹嘅包裹，后来证实只系燃气组书簿。 另外，一個寄到柏林北部景區嘅可疑包裹亦都證實係虛驚一場，只係一個聖誕蛋糕。首都柏林附近波茨坦市一間藥房，上個禮拜五收到一個內有強力鞭炮、鐵線同埋釘嘅包裹。警方話係有人勒索呢間速遞公司寄出包裹，威脅如果收唔到款項，將會向一間公司寄出更多具殺傷力嘅包裹，疑犯仍然在逃。 引發民眾恐慌情緒，速遞公司呼籲民眾千祈唔好打開來歷不明嘅包裹。英國首相文翠珊喺比利時布魯塞爾同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會面，商討脱歐問題。雙方未能夠喺限期前達成首階段協議，但容克強調縮窄咗分歧，雙方為繼續談判，爭取喺下個禮拜歐盟峰會前達成協議。 文翠珊同容克喺會面之後見記者，容克承認近日雙方喺脱歐談判取得明顯進展，但不足以喺星期一限期之前達成協議。容克強調唔係失敗，未來幾日雙方會繼續談判。We know we have a common understanding on those 12 issues. We've just threw a suite open for discussion. This will require further consultation, further negotiation, and further discussion. We stand ready to resume the negotiations with the United Kingdom in Brussels later this week. But I have to say that we were narrowing our positions. 容克有信心，双方喺今个星期内达成协议，赶及喺今个月15号嘅欧盟峰会交由各成员国讨论。文翠珊就话会谈有建设性，有信心能够克服分歧。 But on a couple of issues, some differences do remain, which require further negotiation and consultation. Those will continue, but we will reconvene before the end of the week. 文翠珊亦都同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见面，商讨脱欧问题。图斯克话谈判时间紧迫，但双方嘅分歧大幅收窄，仍然有可能喺下星期达成协议。欧盟早前定出以星期一为限期，谈判必须取得足够嘅进展，先至能够展开下一阶段谈判，包括英国同欧盟嘅贸易关系。 文翠珊喺限期之前亲自出马同欧盟谈判，但报道话双方就脱欧分手费嘅细节仍然有分歧，需要继续磋商。至于北爱同爱尔兰边界以及双方公民权利问题，双方达成共识，其中北爱同爱尔兰将唔会有硬边界。
愛爾蘭總理瓦拉德卡說，英國未能夠按照武硬邊界的共識爭取與歐盟達成協議，對此感到失望，希望英國在日後的談判能夠堅持爭取。倫敦市長簡世德就說，倫敦市民是支持留在歐盟，認為在脫歐談判裡面倫敦應該得到特別的條款，就算在脫歐之後，倫敦仍然會維持歐盟單一市場的地位，以保障倫敦市民的就業。無線電視記者梁浩瑤報導。在本港，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選舉提名期結束，有非建制派議員和提倡港獨人士報名，有建制派人士說獲到超過四成選舉會議成員提名，選舉登記處說一共收到大約59人報名參選。多人趁提名期最後一日報名參選或者補交提名票，未選之前先來提名站，多名現任港區人大和郵政協選戰人大參選的譚耀宗都說拿到超過800張選舉會議成員的提名票，即是佔了大約1900個選舉會議成員超過四成。800多分，我覺得對我自己來說都是起到鼓舞的作用，這次都很好，即是很廣泛，什麼階層、什麼界別、不同的背景的都有。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前局長譚志源亦都補交提名，他一共攞得472個提名。演藝界出身的邝美云手持近670個提名。前全國政協劉夢熊話獲得前特首曾蔭權提名。今屆人大選舉首次要求參選人在報名嗰陣要簽署埋效忠國家、特區同埋基本法等嘅確認書。去年以香港民主進步黨成員報名參選立法會選舉的楊繼昌說拿到10個民主派人士提名，他去年沒有簽署到確認書，被裁定立法會選舉提名無效，今次參選就有簽署確認書，他說參選的目的是要向中央解釋港獨。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家麒就持有15張提名票報名，但他沒有簽到確認書。有人甚至可以繼續揸住外國護照報船的小編了我們，現在我們個個都是小編來的，這個人啊，專工專責規定已經實施，即刻跟你的工作去註冊啦。你以為招標有得揀？我們一早搞好了，你怎麼有得揀？我們賺到了，好人就我們賺。人大代表選舉今個月19日投票，選舉採用全票制，即是投票人必須投曬36個人，否則就會當作廢票，而得票最多的投36人會當選。無線電視記者詹前文報道。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少佳認為，中央對港區人大的要求和以往不同，相信新任人大代表要負責更多解說中央立場的工作。今屆港區人大選舉，多個現任人大代表選擇退落嚟，唔少新面孔參選，部分有法律界背景。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少佳認為，中央對港區人大的要求同過往唔同，唔再只係反映港人意願嘅橋梁，更加要向港人解釋中央嘅立場。大家年底啲中央對人大代表喺香港參政嗰個睇法已經有所改變，即係中央如果係要表明態度，亦都需要得到呢個香港人，特別係法律界人士支持。尤其是法律界人士咧，如果能夠用香港人熟悉嘅語言咧，同香港人解釋中央嘅立場同埋基本法與憲法嘅意義咧，就更加理想。劉少佳分析話：1900個選舉會議成員當中，民主派大約有300票，有機會影響當選名單。高分二作用咧，我咧整個係依邊緣政嚟，意思就話咧，即係大多數嘅選舉出嚟嘅人大代表咧，都唔會依靠民主派嘅選票。但民主派選票如果能夠集中起嚟，對於呢個最後都多少都幾個人係邊個，可能會有影響。港區人大選舉採用全票制，即係每個投票人最多可以揀36個人。劉少佳認為民主派參選人沒有機會當選。無線電視記者冼智報導。消息說美國稅改議案最終版本可能會在今個月22日前表決，美元匯價上升，金價受影響，轉頭回來會有詳細報導。金竹花生油，選了新鮮。
金竹花生油，浓香又健康。我哋精心选料，我哋用心制作，金竹罐头，金香可口。金竹花生油，带出食物好美味。好香啊！食鱼生用金竹花生油，新鲜浓香。金竹花生油，浓香又健康。放心食啦！想放心就要食选料上乘嘅创价放心腊味。金竹罐头，美味菜谱。我哋今日要做嘅菜系甜肉米粒松子炒肉丁，超正啊！金竹罐头，金香可口。These shirts is 100% cotton. Hi, are you looking for that? This is a restricted area. Yes, sir, please hold. And I will pay through. Can I help with your luggage? Yes. 他们为什么可以这么自信，和顾客沟通又为什么这么好呢？无论做哪一行都应该学好英文，不断进修才可以在工作上争取到发展机会的。英语增值，事业出色。先生，你有没有了解？小便那阵有没有窒下窒下的轮组，可能前列腺有事。前列腺癌是香港男性的第三大癌症，早期可以毫无症状，但是年过五十呢，最好就着紧啲啦，唔使就喎，做男人开心啲嘛。我唔系搞搞亲噶，快啲问医生啦，急急关注前列腺健康。又酸，边度攞？阿师傅，早排我开咗个全条委托户口，唔钱啊嘛，师傅请嘅啫。发现黑店委托经纪方全部在你的工作范围，都不可以恢复任务。你要查下成交单据中所有客户是不是合投资目标，特别是受雇经纪买卖之前呢样高风险的资产打压。凡事都要想清楚，户口持有人无论赚钱都要查。对经济增长和企业税务负担影响有限，预计参众两院今个月中旬会
特朗普簽署生效的比率達到九成。大華盛頓郵報報導，共和黨眾議院賦稅委員會主席布雷迪將獲委任為協調參數兩院税改法案的委員會主席，大大增加共和黨人在協調討論的話語權。共和黨人尋求今個月22日之前就最終版本的税改法案表決。大布雷都話，參議院財政委員會主席哈奇是潛在人選。前財長薩默斯在財經頻道 CNBC 形容，今次税改非常危險，會令到美國人不太着重預防性保健。一旦議案獲通過，每年將有千萬名的美國人會因為缺乏醫療保障而死亡，更加表明這個已經是保守估計。薩默斯這番說話是針對共和黨提議移除奧巴馬醫保當中不參與醫保要罰款的要求。中方新華社就再發文評論美國税改，未知税改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有多大，但可以預計到美國減税會加劇全球競爭性減税。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國際稅收協調問題變得日益嚴峻，認為美國不應該加入全球競爭性減税，反而應該成為全球稅務協調的關鍵力量。無線電視記者陸子琪報導。美元對主要貨幣匯價普遍上升，近日連續及三星期以來的最高。美國國會參議院通過稅務改革議案，美元受支持，對日元曾經升至113水平，達到上個月中以來的最高。歐元對美元是1.18水平偏軟，美匯指數就升至93水平。英國首相文翠珊未能夠同歐洲聯盟委員會主席容克達成脫歐協議，英鎊受影響。看看美元最新匯價，日元112.46，英鎊1.3474，瑞士法郎0.9846，歐元1.1868，加拿大元1.2678，澳元0.7601，港元7.8168。港元匯價每百日元6.9495，歐元9.2746，英鎊10.5339，瑞士法郎7.9391。加拿大元6.1652，澳元5.9415。新西蘭元5.3662，每百港元人民幣84.62。芝加哥期權交易所母公司 CBOE Global Markets 將會率先推出虛擬貨幣比特幣期貨。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上個星期五批准 CBOE 同芝加哥商業交易所買賣比特幣期貨。CBOE 話將會在今個月10日推出比特幣期貨，較芝加哥商業交易所早8日。為防止比特幣期貨價格過度波動，兩間交易所都計劃訂立單日價格升跌幅限制。CBOE 初步設定的幅度是30%，而資商所設定的幅度是30.5%。另外 ，CBOE 話，當比特幣期貨合約流動性增加，而兩間交易所又能夠證明監管措施有效之後，將會再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申請推出比特幣的交易所買賣基金。紐約股市個別發展，科技股連續第二個交易日下跌。道瓊斯平均指數曾經升超過300點，創紀錄新高。之後升幅大為收窄，不過仍然創收市新高。報24,290點，升5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跌2點，報2,639點。美國國會參議院通過稅務改革議案，之前美股早段扭轉上日跌勢。有消息話，21世紀博士恢復迪士尼磋商，可能出售大部分資產，大市亦都受到支持。各類股份普遍做好，銀行股同零售股升幅比較大。市場憧憬會減税並且調整投資組合，資金繼續由科技股流走，科技股有沽壓，影響大市由高位回落。標普500指數創2,665點新高之後倒跌。道指早段最多升302點，創24,534點紀錄新高，之後升幅逐步收窄，以接近全日最低收市。美國銀行股價升3.4%，同業摩根大通升近2.1%，迪士尼升4.7%，係升幅最大道指成分股。科技股方面，微軟公司跌近3.8%。纳斯达克指数连跌第二个交易日，收市报6,775點，系上个月中以来最低，跌咗72點，跌幅近1.1%。无线电视记者吴亚辉报道。喺美国买卖嘅港股，以及证券同本港收市比较，造价普遍下跌。
汇丰控股收市77.15元，比本港收市跌0.5仙。中国移动78.45元，跌5仙。中国石油股份5.3元，跌2仙。中国海洋石油10.71元，跌0.5仙。中国石油化工5.58元，升1仙。腾讯控股381.83元，跌6.57元。中国人寿25.21元，跌2.4仙。长和98.43元，跌0.47仙。港交所234.77元，跌0.3仙。联想集团4.36元，跌0仙。金价下跌，跌近上星期所创四星期以嚟嘅最低，受美元汇价上升所影响。纽约期金现货安市1277.7美元，收市跌4.6美嘅。倫敦黃金賣出提報1277.21美嘅。美國工廠訂單減少，減幅細過預期。美國商務部公布十月份工廠訂單約0.1%，細過預期嘅0.4%。九月份就由上升1.4%收定為上升1.7%。方案之後，日本隨即考慮透過給予企業稅務優惠嚟降低企業税，實現全球減税競賽。本港低税優勢不在，港股適宜急謀對策，以免被牽住鼻子走。星島日報社論：美國聯儲局自2015年12月以嚟已經4次一共加咗1厘息，預計今個月又再加息。本港銀行息率至今未加，同美國嘅息率差距越拉越闊。如果資金由港元流向美元，本港就要面對特別重嘅加息壓力，就要做足預防措施。政府要減輕金融動盪風險，個人就要避免大失財務預算。文匯報社評：本港樓價指數過去8年累計升超過3.2倍，成為改善民生、發展經濟嘅核心矛盾。特首林鄭月娥多次強調，開拓土地刻不容緩，市民大眾不接受以程序繁複作為因循守舊、不思進取的理由。各方必須意識到，任何程序都應該與時俱進。只要社會大眾就土地開發問題達成較為一致的共識，當局就應該改革制度、精簡程序，盡快落實批地項目。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朝早清涼，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乾燥。最高氣温大約是21度，吹和緩至清勁的北至東北風。展望未來2-3日，朝早清涼，日間和暖乾燥。兩日嘅氣温咧係會介乎喺15至22度。今晚季候風會喺未來1-2日為我哋帶嚟乾燥同稍涼嘅天氣。而喺週末同下個星期初，天氣會進一步轉涼，日夜温差會頗大。
太后兼星，星兼人后，林舒缓烟酒过多，人至镜喉部不适，唱歌演讲，人至镜喉痛生沙，康泰侯兼星。安全健康局带俾你。